你呢个爆炸头睇落好有特色。你哋而家怀疑我系杀人犯嘅意思啊？真相究竟系乜嘢咧？人永远都系以主观睇嘢，但系你好似一直都好冷静咁。夜晚明明咁黑，佢睇得咁清楚，嗰个人当时喺度做紧乜嘢啊？你哋警方同嗰个目击者系咪一早就识得噶？你条友咁鬼麻烦都有噶？所谓嘅真相系有几多人就有几多个。你究竟系乜嘢人啊？我只系个普通嘅学生。密说是推理，下星期一晚深夜12点 ，Feel TV。